其实我觉得夏初寒，我是刘暖暖的男朋友。这个是我，是不是男朋友？那也不一定了。好，那我重新解释一下，我是刘暖暖的朋友。给我解释清楚！解释清楚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他刘姨，哎。 叔叔阿姨好，我第一次给长辈买礼物，也不知道买什么，随便买了一点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。哎呦，你看你还带什么礼呀？哎呀，叔叔，这，哎，来来来，给我，慢着。这酒，对我没事就好喝两口。 哎呦，名牌啊！不，这是最……这好，你这您轻的时候一直让我给你织一个红色的围脖，这下你心想事成了。来来，围着围着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，这围着……嗯，这是买什么礼物呀？你不懂，人家小韩吃的。哎，你爸爸晨练的时候天气凉，所以围着他保暖。你看羊绒，他贴心啊。这酒也好，谢谢啊。 吃呀，来来来，妈，他不喜欢吃这些，这是我们的特产秘制萝卜干，哎，这是走地鸡，来，你干什么？来来，小韩，喝茶养生啊，不是喜欢喝茶吗？慢点，暖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。 不就没有确定吗？我们现在是在考察的阶段，所以没有确定之前，我不想跟你们说，不想让你们担心吗？怕我们担心。嗯嗯，没错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争取早日转正。哎呦，真是你们一家子！我就说嘛，在外面听得耳熟嘛。哎，我们，哎呦，好羡慕啊！暖暖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 小伙子长得真够帅的，我刚才看电视哈，看到他是什么什么的摄影师。摄影师，哎，我们艺术团不是正要找人照相吗？哎，那不现成的人选吗？什么艺术团？老天广场舞艺术团。哎，这个小韩啊，你这么大一个摄影师，你给我们拍照不合适，我知道了。我愿意。哎呦。